灯光准备好，榕树伯伯家门前真是热闹，青蛙乐队鼓声起，夜莺美妙来合唱，蝴蝶仙子翩飞舞，充满掌声和欢呼。姐姐，你看有好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 party 哦。真的吗？在哪里啊？在那里。没有啊。在那里。也没有啊。其实啊，就在那里。哇，小朋友，谢谢你们都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。看得开心的话，记得跟我们一起大声笑出来。花花里面藏着惊喜，快来找找真有趣，悠悠喵森林欢笑等着你。哎，Hello， 彩虹姐，还有太阳哥哥，你们好啊！哇！呱呱，你没事吧？好痛！到底是谁把香蕉皮乱丢在地上啊？对嘛对嘛，真是没有公德心啊！赶快把它捡起来。我要问问哦，是不是你们啊？不是，我们才不会乱丢香蕉皮。没错，大家都知道，垃圾就是要丢进垃圾桶里。哦，那娃娃是不是你丢的？No！姑姑也不是娃娃丢的，那到底会是谁啊？娃娃娃娃，天生爱说话，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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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说话，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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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说话。娃娃，你知道是谁吗？猴子哦。原来啊，是猴子乱丢香蕉皮哦。对不起哦，误会大家了。哎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可是猴子真的很调皮耶。咕咕，真的很调皮耶！他们怎么可以随便乱丢香蕉皮？我要好好的教教他们哦。哇，要让他们上呱呱的环保课，外加考试，还有。呱呱，怎么突然变这么认真啊？反正啊，我就是要好好的教教他们。娃娃，娃娃。啊，娃娃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娃娃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娃娃，你是开心吗？还是生气呀？变来变去伤脑筋。娃娃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咯咯咯咯咯。哎，奇怪，光光猴子怎么其中有一只好像怪怪的耶？小朋友，我们仔细看一下哦。一号猴子，二号猴子，我怎么会这样？真的变得怪怪的嘞，请大家一起帮忙找找答案。小朋友，猴子的屁股变成了什么？水蜜桃。是几号猴子的屁股变成了水蜜桃？二号。
哦，是二号还是一号啊？一号。赶快变变，快乐魔法就知道喽。快乐魔法，快乐魔法，变变变，要把答案变到你面前。快乐魔法，变变变，快乐魔法，变变变。到底是不是一号猴子的屁股变成了水蜜桃呢？我们一起大声说：快乐魔法，快乐魔法，变变变！哇，真的是水蜜桃哎！谢谢你们的帮忙。不客气。哎，娃娃，这个水蜜桃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咯咯咯咯。啊。娃娃说：“这个是猴子要给我的道歉礼物哎，而且他们还保证以后不会再乱丢香蕉皮了。小朋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一起来跳森林之舞了，赶快站起来吧！”举起来变成一个香菇，咕咕咕咕咕咕，呱呱咪咪哇哇，和你一起快乐玩游戏，咕咕咕爱跳舞，准备变变变的游戏喽！一二三变猴子，一二三变眼镜蛇，变小猪。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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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边点名啊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记得提醒好朋友要看节目呢？如果没有，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，赶快打电话。不过打完电话要马上回来哦。妹妹，那你要继续提醒你的好朋友哦。喂，我草莓姐姐啊。哈，妹妹，怎么是你啊？哎呦。是小小音乐家，叉叉又圈圈 ，and 圈圈又叉叉，叉叉圈圈小小娃娃超级爱涂鸦。甜甜蜜的头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棒棒棒，热烈的鼓掌棒棒棒，大声的喊出棒棒棒。一二三四五啊，五四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运动我最行。叉叉又尖尖啊，尖尖又叉叉。家家天天铲铲除除，永远除不尽。甜甜你的头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棒棒棒，热烈的鼓掌棒棒棒，大声的喊出棒棒棒。白白的脸蛋。橙黄绿蓝靛紫，妈妈最美丽。壮壮的手臂，宽宽的肩膀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爸爸最努力。甜甜蜜的头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棒棒棒，热烈的鼓掌棒棒棒，大声的喊出棒棒棒。一二三四五啊，五四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运动我最行。加加油。渐渐又渣渣，渣渣渐渐沉沉，足足永远出不进啦。点点你的头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棒棒棒，热烈的鼓掌棒棒棒，大声的喊出棒棒棒。点点你的头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棒棒棒。他是我的妈姐刘庆，他是我的妈姐邓顺玉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做什么呢？一起开医院。同样都是头好壮壮、健康宝宝的顺玉和刘庆，一个爱搞怪，一个却很乖巧，是一对有点黏又不太黏的好妈姐哦。今天他们开了一家医院，刚好柳丁哥哥身体不太舒服，阿啾。希望他们可以帮帮我咯。阿啾，阿啾，医生护士，我的鼻子好不舒服哦，请问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调整一下。好。我的鼻子啊，从昨天到现在就开始一直打喷嚏，我会不会是感冒了？那你要挂号。哦，好好好，要怎么挂号？健保卡。啊，我有。在这里，健保卡。挂好了。哦，好。手指，我要帮你挂。哦，好好好，这个。这么高，怎么办？那我是不是重感冒了？怎么办？超重的，啊，超重的！医生，你赶快帮我治疗啦！拜托你，快点，快点来帮我治疗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听到什么吗？跳，超快的哦！啊，好可怕哦！那我要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要吃药，还是要打针？先打完针，先打完针，先打针哦。好，那来针。
要打哪里？打手。打手，好。打咩呀？打好了。打咩？打好了。打个鱼。这样真的有效吗？嗯。哦，好好好。那接下来呢？吃呀。好，怎么吃？先吃这个，然后咬一咬，然后再喝这个。哦，好。那我下次什么时候还要再来看？下次的礼拜一。礼拜一哦。礼拜一吗？八点。好，那就晚上八点喽。好，那就晚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今天我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啊？不要忘记了。我有什么不能吃？对啊，你的。我可以喝冰的吗？不行。不行哦，那我可以。吃冰棒也不行。是哦，那我。甜的跟冰的都不能吃，炸的。炸的也不能吃。炸鸡也不能吃，炸虾。那我可以吃什么？饭饭我猜猜。饭饭我猜猜。那就下礼拜五咯。好，那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假装现在下礼拜五吧。小朋友，让我们听听看你们可爱的笑声。开心完之后，别忘了要说拜拜哦。跟我们约定，记得要准时收看。悠悠点点咪，不要黄牛哦。萌萌萌萌萌。
家好，我是西瓜哥哥。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按个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哦。